2020中国武汉速度赛马公开赛，80分到60分，纯血马三班组，1200米的角逐，1200的这场角逐马上就要开闸了。好，出闸了，这是强手云集的一场较量，我们看看出闸之后的抢位的情况。二号深信不疑，抢位非常的积极，但是我们看到在内栏应该是有六号的星象，六号星象现在是处在中间的位置，目前暂时领先的二号深信不疑，四号绝地，这两匹赛驹呢目前处于领跑，稍微领先的还是四号绝地更贴近内栏的走位，身旁是二号深信不疑，戴着红色头盔的11号永强高尔，老将是阿迪泰驾驭的永强高尔，目前这三匹赛驹处于第一集团，马上要进入到第二个弯道，领先的还是四号绝地，今天绝地前半程跑的是非常的出色，弯道进直道的冲刺，绝地目前还是一马当先，绝地在奋力的冲刺，身后我们看到六号星象在发力，星象在后程的追赶力度非常的强劲，在一步一步迫近的绝地，马上就要反超，星象有没有可能在最后时间绝地反杀，在临近通过终点的一瞬间，星象完成了最后的绝地反杀。